磨个豆浆，自己喝喝，自己磨的豆浆。没得拍，哎，别掉下去。对呀。行，进不进去？进去。我20年前到这里。那个时候像你们大学学至少一年就穿少这个衣服，对，大理那边学是白做了一个什么几朵花，对对对，我们以前也穿，现在不要求我们穿了，以前的话都要穿，散放的，散放在我们这里就可以了，散放这里，放在这里，狗弄好，别让它狗跑出来，啊，没事，这狗都已经变成什么样，这就是纳西文字呗。哎呦我靠，他们家这个比较贵，比我们家大。放上来是个院子几个院子。哎呀，我们坐一下，烤一下火哈。一样嘛，都是。行了，打麻将，麻将桌支起来。打吧，打扑克牌吧，杀人游戏搞起来。杀人一组，咱哪也得去了，这是吗？对，咱烙饼吧。喝酒吧，喝。二个妈妈，哎，你今天行了啊？烫饼啊？不是，你今天行啊？我今天是什么行？咱离土豪就差个豪了，就是土豪，就是土豪，只要有土豪还是个豪，双倍的豪宅，豪宅行，自己逛逛哈，好嘞啊。他这院子好大，这个院子啊，是啊，几层，他这得500平，对对。你看这厨房好大，好几层院子。对，我给他弄点水，他稍微正，少放一点豆子，少放一点豆子，是你的豆放太多，你豆子放的，还真把我当驴了，雪平啊，给我靠，这都结冰了。这边已经下雪了，是不是？这不见下雪。现在出来了，很喜欢劳动的嘛。作为劳动人民，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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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去了，下去了下去了。下去了对，要小一点，对，有道理有道理。我们第一次磨的特别细，对，次装的很少，要少一点。六区，乐飞，你过来看一下。这个怎么办？你过来。喂。